No, 对亚特兰大。基斯舌头。李华道向前传出。马达。这个直线靓啊。今次得不得啊，入波啦。入波。这个入波的影响可能很大啊。亚特兰大不放过对手比失了个波，一攞了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个头开得几顺啊，问题就是 keep 不 keep 到啫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？有冇入啊？呢球波入咗，入咗啊！呢个波，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。嗱，嚟到龙门口呢啲埋门咧，就应该系咁噶啦，最紧要冷静，跟住咪搞掂。波的形势真的不停地变紧啊！唉，鬼不是咩？成班球员一入波就放松晒。基斯文起脚射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哇，呢个门将反应真的快过只猫。是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截走个波啦！思思好快咁向前传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传翻去后边啊，重新嚟过啦，直接长传。个波而家喺基斯文度，又系界外球，错啊！传得。思思一脚将波清走，朗拿颠奴整脚直线，真系好波啦！呢球点啊？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啊，走位啊靓啦，最后一步啊竟然入。李华道抢翻个波翻嚟啦，基亚卓尼利、罗马里奥传个波入嚟，罗马里奥突破咗越位啊，有队友等紧接应啊，踢埋上去，好嚟到半场休息啦。呢场波都好睇，两个入球啊，两队各一个，冇一队可以攞到优势噶。亚特兰大翻入去更衣室啦。上半场两队各入一球，要估谁胜谁负不容易。下半场赛事开始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差不多到最后防线噶啦。解到围就好啦，邦拿云杜拉斩中，中田试下扼埋去啦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，
相信他自己都明白了，下次要比好一点才行。其实他想法不错的，得不得先入球了，这个球入了，哎，拿到领先的一球，但他可能有想过之前远距离就是起脚的，不过既然有能力突破对手防线，当然带着球去门口才入了。入球领先，向前场的传出，哇，是不是要起脚呢？解围成有机会入球，轮盘一脚送大礼给对方都有的。是时候要换下人的了。马达个波现在在基斯文道，是龙门球，拖连奴换多个波，基斯文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拉弓入波啦！喺呢一个时候赢紧两球，都赢得啦，挂帕扯。反击咪就应该咁啦，越简单越好，斩下压搞掂。领先两球，整场比赛在他们掌握之中啊！他射他，身形占优啊！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了。大沙拉维，个波甩了出来，一个长传就上前抢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球正吹了鸡，是罚球嚟噶。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好，比赛到此为止，冇嘢好得过用个冠军嚟开始新一季噶啦。跟住落嚟，我谂大家都真系等唔切，球季正式开始啦。亚特兰大赢到个杯赛冠军，系佢哋球会嘅重要时刻啊！